别墅怎么画？我们可以先画出别墅的栏杆。画上大门口，然后我们来画出别墅的形状。然后画上绿植。然后我们来给它涂上颜色，棕色涂上栅栏的颜色。棕色画上屋顶的颜色，蓝色画上玻璃的颜色，然后绿色画上绿植的颜色，给它画上黄色的墙壁，红色画上墙壁和门框的颜色，最后画上蓝色的大门。像这样，我们的别墅就完成了。